就是他做发型的过程，做几个发型就是。这个毛儿花了，今天的毛儿。用加法的。进去吧，进去。这个毛儿，早上我就问过一次了。喂嘛，喂嘛，该喂些的。接近一次哈。不是，他是自己要剪不过头，就去理发店剪。对，然后那个人就不能理解他到底要做什么发型，然后他说要他不想烫，但是那个人要说把里面垫一下，要烫一下。就往上高点喽。哦，稍微偏一点嘛，这样磨好配。你要剪的，应该是这边剪。剪得我好心痛哦。心痛啊？没有，很快就长出来了，而且头发不是很好啊。嗯。然后就是剪了之后，去了之后，你会长得好一点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好多少要看人的，不是每个都会好很多，但肯定比以前还好一点。是不能干的，没关系，就是斜一点啦，要歪一点，因为这个胸都有。旅游的话，多拍几次就知道。到哪都是给他西瓜头。那你跟那个团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自己上次去阳朔玩的，我觉得不好，然后我觉得还是自己去玩的时候再好。所以如果要去哪玩，肯定要找认识的。还有我来陪嘛，你来找吗？找的呀。我来找谁？好，老板，你下去下面坐。我下去。不是，让他。我自己的。我下去的。好，你讲吧讲。后面只能用推推哦。啊，推嘛推。嗯，就是要做几个男生的发型，你看这个样子很好的，对不对？这些第二个样子就可以了，马上就叫做大背头。好严肃，下一个吗？这个片子我看得到不？看得到。哪个台？嗯，哪个台你就可以给你看那个视频。坐着过。哎，走。你放松嘛，放轻松嘛。这样子哈。睡一觉就醒了就是了。反正就按你平时跟男生剪那样就可以了，你跟男生剪就可以了。现在剪大背头要比较少。啊？英俊潇洒都不懂的。好吗？我把你打扮成一个多帅气小伙子的样子。你要像我一样帅的话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小帅一下就可以了。长得还丑了。我很帅好不好？你帅。我直接就把你教成个小伙子头。我感觉不会有一个帅。我觉得这个维护好像更黑。
我也这个感觉。刚才刚家里上去给我拿块围布下去。现在你手术了，输赢了。传统理发店里面讲传统的发型，知道吧？只有我们这个地方人才讲得出来。嗯。其他的地方来。传统的发型。那些新的，他还那才学的，他还整不懂。五方庙那里有一条街嘛，那条街上全是那些就是路边上理发的那种摊儿，现在被拆掉了已经。然后我想着今天晚上回去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不是惊喜，有惊无喜。有喜有喜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后面就是推起来就行了。把这儿这个脚给它推掉。就是推噻。嗯，推全部推。直接。就是最开始的会紧张，给他多推点，推的他男生应该很少推，是不是一点点滑落那种？很软很软的，直接推到上面去。直接推出来就是个帅哥，就是小伙子，男生样子，我就是男生。头发长点吧，就可以多换几个发型。头发短的就换成什么发型？这是你们平时的发型，跟你们里面的。前面发明了吗？我好多发给你了。基本这个发型差不多了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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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把围围过去，让他站起来，站上车。嗯。他后面没推。他真的还是蛮帅的。嗯。这是啊，加上这是一个小帅哥哥。我觉得可以啊，这种发型很阳光。问题是他要给我全剃掉。不是，穿西装再打个领带。我说男生。啊，像个小伙子一样。是，其实你可以留这种发型，看着真的蛮英气的。哎呀，不要那种职场女性的配合。身材也是好看。嗯。给算了，给你气质。手机快点。平时
你不要往天上看，往天上看的话会出现翻白眼的现象，就是好吗？平视前方，平视前方或者往下看点。那个镜头，往下看或者平视，这张就很好。你脚放在上面，我来接电话。你要接电话就接呗，没事，接不接吧？喂。哎，好呀，我好。谁呀？你说话大声一点，我听不清楚。买一耳朵，我的。不是你，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。你是谁啊？对，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哦哦哦哦，什么灯？我们不是理工大学的，我们是窗外的。你站在镜子旁边，我站在哪下？站在镜子旁边。嗯，对对对。对着照镜子就好。对着照镜子。对对对对，你看镜子就可以了。往下摸啊，等一下，好少啊！就这样往后摸一下，对对，挺好，站稳，摸。等一下，可以了吗？你怕什么？就这么着急？你又没有什么损失，那是多照。没了吗？牙齿也推光吗？没有，推个平寸头出来。啊，推个成吧。嗯。怎么样？感觉这个发型适合你。我不要这样的发型。不难看啊，是不能适合。不难看。不要。你侧着对我，侧着对我，对对对，对着看。你脸贴着镜子，哎，镜子近一点，你手头的镜子。